美丽多姿的热带风光，千姿百态的山河海岛，神奇秀美的交滩洞穴，种类繁多的动植物景观，遍布全国的名胜古迹，各族特色的文化习俗，交织成一幅色彩斑斓的图画，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旅游者。这里就是马来西亚。在这个神奇多元的国度，生活着600多万华人，占据了这个国家人口的1/4。他们勤劳质朴，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耕耘着这片土地，改变着这个国家。然而从未忘却祖辈的教诲和中华的文明，他们说这是根要传承。苏约翰，马来西亚第三代华人，从父辈手上继承的一片农业种植园，到他这一辈将种植园的规模扩展开来，生意半径也冲破了国界。苏总，我看您这一大片地方哈，面积非常大啊。它是都会种什么东西呢？这里都是一般的这我们每天吃的蔬菜类。那我们这个农业种植嘛，就在祖父那一辈，他们来了就一直传到我们父亲那一辈，直到我们这一辈。那我们就一直因为这祖先的传承，我们也非常爱好这个农业的这个领域，所以我们到我跟我哥哥兄弟姐妹这一代嘛，就继续种植下去，就这一片呢，可以说是挺宽大了。看着苏约翰和我们侃侃而谈，从蔬菜如何下籽，如何育苗，如何有效防止病虫侵害，他无一不知，娓娓道来。他对待这片园子，就像对待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又像对待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这是对食物由衷的虔诚，这是对土地浓烈的挚爱，这是对父辈精神的坚守。除却坚守，到了苏约翰这一代，他开始考虑创新。祖辈的基业已经稳固，他开始思量着开疆拓土，开辟新的战场了。苏总，我看到您这边哈，都是一些传统的种植的蔬菜，都比较矮，但是传统的又有非常高的树哈。啊，这是什么呢？这是嘉宝果，又名是树葡萄。树葡萄。树葡萄。这一种果呢就太神奇了，这果长得像葡萄，不过皮有点厚啊。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它的这个果实吗？现在刚因为刚结果期刚过了，果也采了，花也采了。但是我好像没有听到过嘉宝果哈，您说它是树葡萄，它跟葡萄相似。相似。但是我好像都没有吃过。确实原产于巴西，或许这巴西人在这方面呢，他们只在欧美国家。在东南亚国家呢，没有几个国家能够看得见，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一个机会，就在一个欧美国家展销会呢，就看到了这嘉宝果，就我们就跑到巴西去了，就研究整个嘉宝果的这种植的这个环境是否允许我们去从事一个商业化种植，结果是合适，所以我们就引进了这一大片，我们所种植的就从巴西移植过来。对马来西亚来说，嘉宝果目前还是一个新兴物种。苏约翰看到了它的营养价值，它后面蕴含的全产业链布局。苏约翰，他们的祖父那辈，作为第一代华人移民，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赤手空拳，白手起家。用几亩良田扎稳脚跟，使自己的姓氏和文化血脉相传，并接过祖辈的接力棒，继续奔跑在这片土地，将来传给他们的子子孙孙。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力量与魅力，它能够跨越千山万水，依然直抵人心。